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晴，可以叫我晴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牙，我不是哥，我就是小牙。我饰演的是子晴，就是一个大辣辣的女生，但是她其实心思很细腻，她会想很多很多很多事情，然后不小心就是养成一个有点腹黑的某种特质这样。我饰演的是小牙，她是一个挑战大家三观、道德三观的一个人，所以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你会莫名的有一种她现在做的好像是不对的事情，可是你又好像能懂她的感受。A，我就知道，我会觉得就是自己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这样。当然是 B 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哦，很可怕哎、欸，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你中间他对你好，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因为我没有遇过就是太激烈的情况，所以我现在会选精神出轨比较严重，我比较无法接受。A， 分手哎、欸，我一定会有疙瘩，我不可能说好像算了，我原谅你。你只是犯了一次错，就算他之后没有再犯，你会变得很多疑。我觉得这样彼此间感情之间就没有信任了。B，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是我懂他幽默，他也懂我的幽默，就是他不用是那种可以让全世界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。我觉得要有共同的兴趣，我觉得要吵架要可以吵出一个结果。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，吵架隔天装没事，他们就好像好了、可是当下一次吵架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被拿出来再讲。两个人感情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会被消磨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沟通啊，沟通好重要。你们不要看我这样，我应该是小女人的那种。但我平常做人处事算强势的，我好像会找一个中间值。我觉得在感情里太强势不太健康。对，我好像算是非常独立的另一半。想当女生，因为我好像是喜欢就是当某个程度上比较不占优势的那一方，因为假如说你就是站在有利益的那一方，你通常就会看不见一些事情。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一个蛮爱撒娇的人，所以我其实应该还是喜欢当女生。当然是我做了一个亮相，专情的呀。我刚刚的想象是，当然是花心的、啊。我以为是这样，我应该是花心的吧。我也觉得很，如果我是男的，你感觉很爱撩妹。对对对，以这为兴趣。幸好我们是女生，每天在那边苍蝇搓手。对对对，这样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盖比 IP 剧来勾引我男友吧，每周都会在盖比的频道 Web TV Asia， 请密切锁定来勾引我男友吧。Web TV。